吗？你还可以再走一点哦。来，秀梅，嗨，走吊桥的人 ，Hello， 一半而已哦。1000公斤嘛，年底要再算个十个，没有啦，20个应该也还好。好，到这边之后你又换地方。过吊桥了 ，Hello， 比你家的吊桥还要高哦。好，高多了。好久没有走过走吊桥了。哎，是啊。对啊，走过吊桥的你都要录影。没有没有，这是那个幸福之门啊，这个是幸福之门，过了幸福之门更幸福哈、我家公园，那不是，那要吊桥也是一个服务啊。